主料，茄子一个，番茄一个，辅料油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茄子去皮切后块，切花，抹盐，沾粉，并把多余的粉去掉。油锅炸至双面金黄，番茄去皮，切丁，炒熟出汁，浇在茄子上，并撒葱段。烹饪技巧挺简单的，没啥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